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这个教学是联手龙纹哦，达到两万分的一个攻击方式哦。这个是由193701042跟 VCL1111玩家所提供的一个通关的一个技巧哦。首先，我们这个整板先把这个光珠转出来，再转三颗这个火珠。麦尔斯开下去哦，龙科开哦，基本上这个可以消九 combo 哦，可以看到百姓是非常一个手残的现象哦。哦，非常手残的现象，达到了25204分哦。基本上这个通关的方式是一个蛮简单的方式。哦，那我们再次感谢193701042跟 VCL011111哦这两位玩家所提供的一个小技巧，好、哦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哦。这个百姓也非常感谢观众，都会提供一些还不错的方式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